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来加油，来走，看好拍子，拿好，往前封好网，拿好，别停。对，刚刚那个球漏了，他会不会接？按在这边来，你站这儿，你过去接这个球，过去哪里是空的？那你刚刚在这边没动啊？你站这里，他人在那里，你要去哪里？觉得？对啊，你没动啊！来，再来，来，准备好。对，看好往前，很好。后面要准备后面的拍子，对，后面的拍子，后面，后面一定要准备。你打完每次放地上，他会漏的。来，继续，准备好。哎呦，打到我肋骨了。可以，很好啊。来，对，保持下压。看没？他后面那个人老不准备，他刚刚那个漏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，那哥们他没封到球，他漏的球全归你的，全都是你的。哎，好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球可以，这他让了好。打完网干嘛？你们两个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的搭档创造进攻机会，我怎么能够让对方起球？我要多打网，多抽球，多跟我的搭档才有机会去杀。所有的整理思路都在想的，你们都要互相帮助，你要想尽办法帮他创造进攻机会，他要想尽办法帮你创造进攻机会，攻才能赢。来，对，来补一个，对对对，攻才能赢，攻才能赢，后面准备好球，来补一个，来走一个，看好你的往前，攻才能赢。漏了你的，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，就是打球的时候很兴奋，但我手上没球的时候就闪了。你刚刚杀的挺好的，然后马上到他打了，你就没准备了。我说后面那哥们儿没说你，你不管有球还是没有球，要准备，要加倍准备。你们俩也是，你们打球的时候特别好，但是当你的球到你搭档那边，你人就闪了。你队友又不是李宗伟，他当然会漏球了。来，时刻准备，时刻准备，对，时刻准备。时刻准备，很好，准备，哎，很好，哎，进，对，好，漏了怎么办？好球，来看好你的球，来看好，来，你大大的冲过来了，你还不，大大的冲到你旁边来了呀？我告诉你，绝对来得及，来，你打完之后看那个球没到自己，他就泄了。你打完之后，不能，你不能打完之后，你老是会这样。不是你的重心，它起伏太大了。你打球的时候，你打这个球对不对？然后你站起来了，然后一颠，你要保持，不要老是往上起。来，继续，保持啊！你现在太高了，哪有人这样准备打球的呀？对，保持，来，哥们保持啊！可以，来，有还有搭档，别怕，保持，对，保持，保持，又不准备，又不准备，你看，你又不准备，你打完那个球，你老是不准备，打完你就在看了，准备，你每一个球打完之间，你要缓太久了，来，你看这太慢了，这个球你打完的这个球叫你右手帮就完了，你打完那个球，当帮结束了吧。对吧，当棒就完了嘛，你打完那球你胳膊都要碎了。他杀球你应该去哪？你还退啊，大哥，那个球那么高，过来啊，对，好球，这球肯定得分了，可以，很好，对，这种感觉很好。你们要知道，你是什么？你打完球之后，你老是等。你打完那个球，你打完球在哪里？你应该去哪里？你的搭档在哪里？你的空档在哪里？你思考一下，想一想。你不能老是想你自己，我跑不过来，你跑不过来，那怎么赢呢？那就是别人打过来怎么办呢？打过来你接还是不接？你肯定要接啊。那你就想办法，看是跟搭档沟通，还是通过你们两个交流去把这个事情解决。而且我球发的不快的，你们基本都能接到，因为他这个分工其实很明确的，打好位置，一定要帮你的搭档做球，准备好。你们两个现在稍微一下，都会比刚刚一开始要好。这种训练你们。经常练的，让打球变好，这个很重要。